原标题亮剑，为何李云龙一提起半斤地瓜烧，柱子就开心坏了？他是酒鬼，给李云龙当部下，就得随时随地做好被骂的思想准备。因为这家伙的脾气大家都知道，他是属狗脸的，指不定哪件事就要炸毛。海基炮神手柱子就深受其害。在苍云岭一战里，李云龙通过望远镜发现了鬼子的前沿哨所，只要打掉这个指挥所，就能顺利的率部突围。就在此时，柱子就华丽的登场了。但是就在李云龙得知只剩两发炮弹之后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上来就痛骂了柱子，可把这位神炮手给委屈死了。炮弹为啥消耗得如此之快？还不是他李云龙在那里指挥放的吗？现在打完了又不认账了。不过李云龙脸色突然又转了，而且告诉柱子，只要你把那个指挥所给我炸了，我给你小子半斤地瓜烧。就在柱子听说这番话后，眼睛都直了，而且刚刚的委屈也是一扫而尽。我们都知道李云龙是一个蛋，酒如命的人老是能看他盘腿坐在炕上，一口酒一颗花生米，好不自在。难道他的身边也都是这样的一群酒鬼？首先，喜欢喝酒只是男人的一种天性，酒这个玩意儿要说好处还真没啥好处，除了能让人非常兴奋，喝的时候十分飘飘然，其他啥作业也没有。而且喝的时候虽然非常过瘾，但是醒酒的过程却是十分难受的，不仅头疼，而且人也没有精神，搞不好还得去医院打点滴。即使是这样，大多数男人还是非常喜欢喝酒的，不为别的，只是为了喝酒以后那半醉不醉的感觉，浑身上下都透着那股子舒服劲。如果能遇到一个合拍的朋友，一斤两斤的还真不算个啥。有不少女人不能理解男人为什么喜欢喝酒，其实男人喝酒可以解闷放松压力，还能交上朋友，有这些条件就已经够了，所以柱子喝酒也是正常事情。其次，酒在那个时期是个非常稀有的物资，酿造酒水一定需要粮食，而且是大量的粮食。自打清末以来，国不成国，农业生产也是一蹶不振，导致了粮食产量一直都非常的低，特别是在1937年以后，粮食就更加的弥足珍贵了，到处都是饿死的人，哪有多出来的粮食去酿酒呢？当时的酒可以称之为是奢侈品，真不是谁想喝就能喝的，而去独立团的这些存酒也都是缴获而来的。在那个时期，酒的好处还有很多，除了能够喝酒御寒以外，高度酒还能起到杀菌止疼的作用，所以李云龙以及下面的战士都喜欢喝酒，也不算什么太稀奇的事情。最后，这半斤地瓜烧的含义非同一般。柱子毫无疑问是个爱酒之人，但是一听说团长要给他半斤地瓜烧，他就高兴地蹦了起来，一定不会只是为了那半斤酒的缘故。而最为主要的是，这半斤酒象征着的是一种荣誉，说其实一种信仰也不为过。大家试想一下，战斗胜利的柱子抱着这半斤酒，叫上大伙一人分上这么一口，边喝还边说，这可是团长亲自赏的，大家都来尝尝。这是一种多么阔气的场面，这酒也只有从李云龙那里弄过来才会显得如此之珍贵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